愿啊，许愿啊！哎，无语，语无伦次。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弟弟，对啊，对，刚刚怎么了？啊，许愿啊！许愿啊！哎，无语，语无伦次。他真的吓到了。刚才猜你的表情一模一样。对，一模一样。为什么？谁找你们？两个女生许愿，来一起进来。吓到没有帮他许愿，发誓。好啦。我的爸爸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就是第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大家就能真的，有点爸爸，健健康康的。然后第二个愿望，我们一定要拿到总冠军。耶！冰箱的放里面，放里面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拍个照。好，先出来，先出来。一、二、三。拿下，先拿出来。弟弟，弟弟，这也是我们红队的人一起送你，那你穿着跟他们一起同队。哎，生日快乐！可爱，超可爱耶！太扯了吧！谢谢，不会，是你们，我们去买的，对，我们去挑的。帅大家红队的心意、啊，帅的、啊，哇！刚好跟他同队，刚好是33是代表第三季啊！你要讲走，帅啊！那我们大合照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